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，根据中国海警年度计划安排，9月21号起，中俄海警舰艇编队展开北太平洋联合巡航。近日，中俄海警舰艇编队抵达北冰洋，这是中国海警舰艇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，有效拓展了海警远洋航行范围，全面检验了海警舰艇陌生海域遂行任务能力，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。